念吾知先明兮，谓之九黎，崛起于海东兮，黄淮繁兮。吾君父之蚩尤兮，炎黄同时。率兄弟八十一兮，举戈披靡。真雄着陆之野兮，败北铩羽。北英雄之末路兮，赫然身去。宜幼女曰九妹兮，随足难移。4600年前，九妹是蚩尤君父的女儿。着陆战败后，她跟随族人向南方迁徙，重新寻找新的家园。九黎之后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听到她的名字，我们都能重新凝聚在一起。1999年，三苗网成立，链接苗族与世界。因为战争迁徙，分散到世界各地的族人找到了共同的精神家园。在三苗网，每一个接下民族文化接力棒的人都成为了九妹的化身。20年风雨兼程，我们一直在古老记忆的守护和未来开拓中勇敢前行。每一个九黎的后人都在努力把更美的民族文化传递给世界。我是九妹小美，我在三苗网等你。